不是佳丽吗？啊，来得请，来得请，哈，来得请。哇，林佳丽哦，都水的呢，你演的大剧场我拢有看呢，都高演的哦。哎，大剧场的林佳丽来呀啦，来看。哎呦，阿妈安尼讲啊，哎，师姐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感谢呢，平常时叫你照顾阮爸。你爸爸吼，平时嘛就来照顾人，那煮咖啡好你吗？是啊，而且伊手足卡，一挂无好听的物件。到伊手上就疼甲清气溜溜。哦，安尼哦，安尼可能是整着阮阿公哦。阮阿公哦，足够修理物件，而且伊真早就伫处理做资源回收啊。哦，莫怪哦。啊，对啦，啊，恁敢有看到阮爸哈？我想要找伊来食物件的。拄只吼，有看到伊行去外口去。可能先去外口等你。好安尼哦，无、我先来去找伊。师姐，感恩的哈，啊，我先来去哦、喔。感恩感恩。月底啦，有什么办法？你要去哪里啊？大二表演课入选名单出来了，我要去看。好啦，卖家啦、啊！等等我，哎、欸，等我啦！拜托让我选上，拜托让我选上，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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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结果，钟小姐，全世界就等你要看。开玩笑，哎、欸，我可是老师的口袋名单呢。李大明，李大明不是要修灯光？哦，对啊，他跟老师说他要双主修，臭屁哦。林嘉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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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嘉丽。嘉丽她那么喜欢表演课，她每一堂课全勤哎，老师为什么不能给她一个机会？她那么想主修表演。表演是非常主观的，我有我选择学生的原则。老师，你是不是因为名额的关系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可以把我的名额让出来给林嘉丽，反正我可以去修灯光表演课，有没有？我没差。什么叫做你没差？你有没有想过你没差，我有差？啊？一个不懂表演的人能把灯光设计好吗？还有你们把表演课当成什么？好像让来让去，这么随便啊？你为什么不为自己争取？要你同学帮你讲？你是没有嘴巴啊？就是你这个样子，吊儿郎当的，这什么态度啊你？我不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好演员。走了，走了，走。我还要上课。林嘉丽，谢老师。嘉丽，
你好好车啦，这边喝什么喝？人家不小心把手给车进去了。这戏剧不是只有表演而已，没有舞台、灯光、服装，只有演员，怎么会完整？而且我看你在服装设计上表现得很不错啊，不然你评车考克公主叫假的。说不定你在服装上有自己很好的表现呢，你就认命啦。我为什么要认这种命？什么？不是啊，学校不是一直都鼓励我们要追求自己的理想吗？我这么热爱表演，一下说我表演廉价，一下说我吊儿郎当，他们有认真了解过我吗？凭什么用这几句话就决定我的命运？你太在意别人的想法了吧？表演是发自内心的，你要先对自己有信心，再来调整所谓的技术问题啊！不要一开始就被别人的观感影响了，不然你每换到一个制作，每换一个新的环境，你都要去迎合别人的想法跟感受吗？那我请问一下林佳丽，你到底是什么？你现在才大二，刚跨入这个门槛，你自己都没有认清你自己，就急着别人要来肯定你吗？可是我这一年的表演课已经错过了，如果明年还修不到，那我就注定不能当演员了。乱讲！那趁以前没有戏剧系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就没有演员了？你呀，先回归自己，把自己充实起来啊！多听、多看、多去接触，把视野打开。等你把基础打好了，自然有办法让别人来看到你啊！好啦，不要想那么多，加油！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哎，林佳丽，等下中午他们要买东西过来吃，你要吃吗？我刚忙别的，赶看电影来不及。喂，哎，李大敏，林佳丽几点出门的啊？他大概一个半小时前出门的吧，没到，塞车吧？塞车也该到了啊，电影都快开演了。哎，不管，我要先进去了。他如果打电话给你的话，那你再帮我跟他讲哦。喂，嘿啦，这是清水阿嬷的厝，我的阿姨啦。好，我会较紧赶过。安怎啦？啥物代志啦？啊，都家里下敲电话来讲，伊出车祸，无严重啦。啊，不过吼，爱咱较紧赶过。我先来坐车哦。等，你带恁阿姊斗阵过啦。伊呀，我就想讲哦，我先来了解一下状况，才甲阿姊讲，无伊会烦恼啦。哎呦，家里是伊的查囝呢，啊，即嘛好在，啊，伊人阁无伫个遐，你是要互烦恼是哦？好啦，啊，你去带伊啦，我今仔敲电话给伊阿姆，叫伊哦，甲讲一下，叫秀文哦，先款行李啦。哎，好啦。拜托，无比家里无代志。好，来，哎呀，怎么撞得这么严重？谢礼哦，车头都卡死了。哦，妹妹，你有要紧不？我搞完撞。这看起来没有流血，应该没有怎么样吧？有是有，是我很痛。你那么大力从人家后面撞上去，肉撞铁，当然会痛啊。两位行道驾照给我，我先登记一下。好，
金娜先生啊，已经送去病院啦，伊讲足疼的呢。哦。你看人家对你多好，车子被你撞到了，还那么担心你。车是不要紧啦，人较重要啦，你先叫火车啦。叫了啦。行了，驾照还是要先给我，我是要先登记一下。我忘记带了。没带。嗯。那什么人资啊？J23851992。嗯，姓名。黄品仪，不对，钟玲。你决定好了没？今天要骑谁的驾照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妹妹根本没有驾照，她在背同学的资料啦。哈？我看这样哦，还是先送她去医院好了啦。对啊，对啊。我们再去医院做笔录。好。哎，啊！你之前住我遐的时阵，就讲要买奥多麦，我搁替你甲你妈挂保证，讲你骑车会细意呢，结果嘞。林佳丽，你竟然无去甲我考驾照，你真正你……哎呀，是的啦，我让你害死啦！我回去后，吓，让恁阿妈骂死呢，你知无？对，你看恁早囝啦，医生讲哦，你真正足好运的啦，拢干呢，干那小腿骨折，我也命大。哎呀，我有咧赶时间啊！啊，我滴！医生讲哦，就算你免开刀啦，嘛要休困一个月啦，搁什么电呢？我等，我要等啊！医生，林乐，妹妹啊，啊你脚骨还痛未？还好。医生，请问哦，阿姨这脚要安怎处理啊？哦，伊即卖只脚骨哦，硬断去啊，好你家知哦，无讲足严重个啦。若要开刀哦，嘛会用个啦，连个骨头哦调正。若无爱开刀，伊即卖还佫少年，应该恢复袂歹。医生。啊，阮则搁讨论看卖，则甲你讲啦。好啦，妹妹，好好休困嘞。嗯。
哒啦！哇，为什么手上永远是甜点？哎，这是给你的。谢啦。啊，轮到林妈妈去买东西了。哇塞，你们也太强了吧！你们怎么知道我妈要什么？不知道啊，看着看着就懂了。哎，你不是原本只要打石膏，为什么要开刀啊？嗯，我阿妈说神明说一定要开刀把骨头接好，不然以后会长短脚，会残废。亲啊，给神明这么厉害哦！我小时候阿妈就常常带我去拜拜啊，大家都说很有佛缘。哦，啊是八字还是面相啊？哇塞哦！哎，家人帮我请好了没啊？有啦，都弄好了啦。而且补考的事情，助教也说他帮你跟教授瞧好了。啊，不知道我敢不敢上下学期的表演课甄选？一定可以的。不然你就演残废啊，这样还要演呢、啊、对嘛，那就一定没有问题的啊。安啦 No problem， 台旧不透懂的啦。哎，是啊，你帮我跟那几个臭男生说谢谢。哼，要谢你自己去谢。哦，那这个我就自己吃咯。哎，那你请我吃一口，我帮你谢一个。啊，是这样吗？对啊。那你自己去谢，你自己去谢，你自己去谢。哎，我给你五。林教练，你怎么了？哦，进来。你需要帮忙吗？我想尿尿。我去拿尿壶。你白痴哦，你拿什么尿壶？嘘，等一下要吵到你妈。我妈会被吵到。不然怎么办啊？我要去厕所啦，怎么办？好，你先冷静哦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就先小声一点。啊，一是左脚，二是右脚。我只有左脚。好，我来，算小声一点啊！你可不可以不要跟着我一起跑啊？你小声一点啊！小声说，小心，小心！林嘉丽，你这样其实真的很幸福吗？阿德公。啊，对了，那个助教说表演课的期末甄选一定得要你回来。哇！狗屎运。晚安。对啊。有事再叫我。
暴力了。袂用的啦，恁两个吼，拢爱去啦，哈？遮哦，人遮尔啊多，啊家里哦，都干阿恁两个尔啦。看有，吼，拢不要紧，啊，一定爱去噶，家里吼，加油，知无？爸爸破病的代志吼，唔通甲讲哦，吼，表演的代志较要紧，你爱互伊表演煞，知无？你甲讲哦，你讲阿嬷吼，哦，忽然间哦，有代志吼。等伊若准回来吼，啊，我才来甲吼，不熟啊，吼。你放心啊去，吼，恁爸爸今嘛吼身体有较平稳啊，吼。你哦，去甲家里鼓励，会晓无？叔阿姨，嗨，我还记得我吗？啊，嘉丽的公演，我带你们去看戏。我带你们过去，我先带你们进去坐。没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办？他们想去后台，对不对？不行啊，嘉丽演出前要专心，而且嘉丽就是等下结束再带他们去啊。可是爸爸妈妈他们呢？好，我带你们过去。你会被林嘉丽杀死。我知道。啊，嘉丽，这边请。等我一下哦。丽，对不起，他们一定要进来。啊，林妹仔对，钟林我。袂用的啦，人拢来啊，爱看啦。钟林，有，你把他们带到观众席去，不管他们跟你比什么，都装作看不懂。我准备要上台啊，表演要开始啊。好，今嘛先卖讲啊。阿姨叔叔，我带你们进去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边。叔叔，我带你们进去坐，这里，小心地上哦。这里，这边，对，对。
叔叔，现在要开始了，要看台上。你不要被人再听你讲话，你自己办得到吗？他们在告诉你你是谁，但他们不懂你，但别人不懂你，他们不懂你要什么。行啊，你的讲法我懂。我怎么不懂？我爱你耶，好啦，怎样？你很好，你很好。如果我们现在这样跟爱无关的话，那请问一下，你跟我算什么？嗯？怎样？看你的手，好。手语很简单，你比连结的手势，连结背后有其他意思。你比连结是指两个不一样的人，有同样的心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这是你要的啊。我什么时候让你没有自我了啦？什么时候？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在说谎。对，你根本就不觉得听不到是件多好的事啊，你害怕去尝试。你不说话，无聊的自尊心作祟啊！你想要自己一个人，你不要别人可怜你，可以。你就应该要学习我们的语言，开口说话。现在，看我嘴巴，看我嘴巴，我在说什么？我在说什么？我，你想要跟我说话，你就应该要学我的语言，懂吗？你开口跟我说话，跟我说话，跟我说话，跟我说话。谢谢大家来看我的毕业制作，
啊，我要谢谢导演、舞监、灯光、舞台、行政，还有所有幕前幕后的工作人员，谢谢你们！我要把这个掌声献给你们，谢谢。再来还有一件事，爸爸妈妈，谢谢你们来欣赏我毕业的表演。这个戏剧的呈现是我在台北读书五年的成绩，献给你们。林嘉颖，你知道放哪？哦，你帮我放在梳妆台前面，谢谢。啊，这个衣服嘞？床上好了，我等一下收。哦，好。阿姨，是我。哎，是啊。不是林嘉颖的。快哟、哦，快哟、哦，啊，真的、哦啊。我又不来了啦。我去看我的导演。知无？我有偌够工的呢，我特别拣一个手语剧本，佮专门哦叫人把英文翻作中文，啊，就是为着要表演给因看呢。我用心计较，结果伊无要无紧，干来管我有食饭。哎，恁老母哦，自头到尾哦，上要紧的就是讲哦，伊惊讲伊无在你身躯边啦，你会介袂亲。嗯。我自细汉就无伫伊个身躯边啊，细汉时阵唔甲我留诶，即马大汉诶，才想要甲我选调调。嘿嘿嘿，甲你留诶清水是我诶意思呢。你若要怪，你就怪我。啊，唔是啦，我无要怪啥个意思啦。我知影嘛，想要我留伫个台中。啊，不过我读五年诶表演诶，啊，就是爱留伫个台北，毋才有机会。啊，无这五年就白了工诶！大学毕业啊，啊嘛是大人啊咧。你上至少吼，你家己诶巴肚都爱顾会饱，莫互大人烦恼啦。哥仔，你这个查囡仔，嘛是歹命。本来是希望讲哦，你会当留在台中哦，较侪人甲你疼，较侪人甲你惜，我嘛较放心。哎呦，我哪有歹命啦？迄清水甲大家两边偌济亲戚都甲我惜命命呢。不管偌济人惜啦，拢未比的吼，家己的老爸老母会当开讲讲心事啦。你自细汉都无人通甲你讲，你哦，你的艰苦阿嬷知影啦。恁老母的安尼嘛，毋是家己爱的啊。你的委屈阿嬷嘛知影啦。呀，阮就是安尼安排啊，咱嘛敢若会当接受。是伫我的心肝内，我感觉你甲阿公较亲像我的爸爸妈妈。我无要去台北，嗯，我要永远留伫你的身躯边。吼，哎呦，这三八孙咧讲啥物戆话啦？啊，好啦，你要去台北的代志吼，我才替你甲你妈妈讲啦。
啊，唔过吼，你爱答应阿妈哦，你爱将你家己顾好哦，吼。还佫有哦，绝对袂用咧学歹，吼。若无吼，我对恁老母我都无信用。阿伯哦，我是无才调佫甲你斗相共哦。啊，对对对，还佫一个任务要交代你。生气，你哦，迄歹习惯拢改无啦，啊，敢有成啥物大家乐？这好嘛，看到真生气的。我无啊。无伫厝，恁两个哦，莫安尼一直冤呐！啊，恁哦，嘛莫安尼一直家己添麻烦呐！即马阿公破病呢，嘛心情都咧无好啊！啊，搁有啦，恁哦，家己莫伫外口安尼安拍拍走啊！恁若是有闲哦，就家己带出去佚佗，安尼伊唔只袂安尼乌白想。哈，我讲，我讲，你有听？你有看，哈，看。有囡仔啦，啊，一个囡仔佫拢讲唔听啦，不怪，不怪恁老母才会一直生气啦。哎，伊唯一的愿望就是你呢，啊？啊，恁若准无出断，后摆是甚物人要甲因照顾啦？妈，自细汉大家看到我，就一直甲我讲，恁爸爸妈妈干呐有你这个查某囝，你以后爱好好照顾因哦。我以后当然嘛爱照顾因啊！啊，因安尼一直讲、一直讲、一直讲，是啥物意思啊？敢讲我就一定爱放弃我的理想，像妈讲的去考一个公务人员，安尼才叫做照顾因哦？我感觉袂当伫咧台北哪做，要安那照顾因哟？啊！你想讲这个道理，阿妈唔知哦啦。你敢知影吼？我甲恁老母是讲偌久，伊才答应讲要让你去台北。真的？伊答应啊？这是阿妈上尾一遍甲你斗三工哦。你后摆若准搁安尼哦，莫讲恁老母啦。阿嬤親身出馬來台北把你奧倒回來，有聽到嗎？聽到。
你豆豆啊讲啦，豆豆啊讲啦哈，别气噗噗啦。嘿，哎，啊，不是都已经讲好势啊？啊，你哦，你爱相信佳丽啦，啊，变歹袂啦。好啦好啦，你哦是人的妈妈呢，啊，囡仔人哦，你都要予伊祝福，啊你嘛都要予佳丽祝福，就亲像我较早同款，你即马嘛会安尼祝福佳丽，知无？老母哦，是无通参像恁老爸遐活泼啦。啊，不过伊规个心哦，是拢在你遮啦。这一行，即便是在剧场，它也是很现实。城市的灯火在这年少的梦想。总，你不要为难我们小女生嘛。你现在是怎样？对啊，你胳膊往外弯着。这样。林佳丽，你要有信心啦，你 OK 的啦 ，OK 的啦 ，OK 的啦。啊！这世界好大。我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想法，我弹着吉他，却无法再歌唱。林妈，等一下！听见熟悉的声音在远方说话，找不到答案，就回家吧。老家的故事，从我们爬过的墙，旧沙发，老街坊，和妈妈煮的汤，随时都回去，却回不到过往。那个情绪被牵引出来了，是，主要是他们的表演其实很有感染力。